在这一章中，我们学习 PLC 的结构和程序的基础知识。PLC 是英文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的简称。具体来说，就是使用继电器、计时器，并通过程序进行简单的顺序控制的设备。